大家好，欢迎收看2022年2月份的环球短评。我是永明资产管理的首席投资策略师吕志凯。我们踏入虎年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我所以在这里也借这个机会恭祝大家虎年虎虎生威，大吉大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其实来到虎年，我想也是一个好的时候跟大家回顾一下过去两年我们受到这个疫情影响底下，到底对我们平时的生活或者对那个经济来说的话是有一个什么影响的。大家还记得两年前的农历年，当时疫情刚刚爆发，全球对于这个新的变种病毒是完全没有准备，而那个经济来说的话也受到一个很大的冲击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发展呢，就是当疫苗出现了。当时大概是2020年的年底的时候，而欧洲和美国一些先进国家是最先是支持这个疫苗的注射。只不过当时很多第二些国家的政府对这个新的发明都仍然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存疑，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它到底那个副作用到底会有多大。所以如果我们看回以下第一张图来讲的话，这张图显示就是去到去年年中的时候，全球不同国家的注射率其实仍然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当时全球的接种率大概只有 20%， 但是很多亚洲国家的注射率是一个个位数字，还要是非常低的个位数字。甚至乎当时日本他们正是为了准备这个奥运会而花了很多的功夫，但是即使日本的时候当时的接种率也只有 20%， 也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数字来的。但是没多久开始我们见到这个 Delta 变种病毒的出现了，于是大家就很紧张，而也都令到很多国家的政府是觉得不能够再等了，于是乎无论是软的硬 的政策都是相继推出，尽量希望就是国民是提高注射。而事實上，如果我們看回第二張圖，我們看到全球的疫苗的注射在1月底的時候已經是大幅地提高了，全球的注射率已經是超過60%，很多亞洲國家的注射率已經是去到70%、80%甚至乎更高的水平。其實如果我們看回過去這段時間疫苗的注射來說的話，不單止對於我們的那個抗體或者對於我們的生命是提供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其实对于个经济本身来讲的话亦都带来一些正面的效益的。如果我们看看第三张图来讲的话，这张图显示就是亚洲好几个不同国家的制造业 PMI 在过去几年的变化是其实更加清晰的。我们看到在两年前那个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因为大家完全是没有防备，所以亚洲地区很多经济都大幅地萎缩。去到去年年中的时候 Omicron 的出现，而當時很多亞洲國家的疫苗注射仍然是非常低，所以大家都仍然是沒有辦法足夠的保障能力，於是乎經濟也受到第二波的一個衝擊。但是去到去年第三、第四季的時候，疫苗的注射是大幅地提高了，我們看到經濟也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甚至乎去到過去這幾個月Omicron 的變種病毒在亞洲地區開始擴散，甚至乎在有些 地方來講的話，那個確診數字創了新高，但是對經濟來講的話，那個影響基本上已經不是很大。所以我們看回過去兩年跟這個疫情的一個搏鬥的過程來講的話，我們看到就是大家在個疫苗注射的一個大幅提高底下來講的話，在我們 的生活上面或者個經濟的層面來講的話，其實已經起到一定程度的一個正常化的效果。看回近期來講的話，投資市場大幅地波動，我們看到很多的投資者對於今年來講的話那個前景都持一個比較悲觀的一個看法。但是相反地，因為個疫情我們覺得開始出現到一個就是說我們能夠有能力同它共存的一個角度來講的話，對於今年整體經濟我們反而是維持一個比較正面的一個看法。那我希望大家在今年投資來講的話，那個部署來講的話，就也都不應該是過度地悲觀的。